手上一梭一线，锦上万千世界，刀下巧夺天工，天南共品享誉，百年琼音悠扬，细说喜怒哀乐，黄泥烈火淬炼，梨桃传承千年。这么好看的民间艺术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，海南非遗。海南非遗的每一次亮相都格外引人瞩目，它们是技艺之美，匠心之美，更是传统之美，生活之美。在每一件梨锦上，不同元素的排列组合中蕴藏着大乾坤。在《梨族织锦图谱》一书中就曾记载，梨锦共有150多种织锦图案纹样，大体可概括为6种：植物图案、动物图案、人物图案、景物图案、文字图案以及神话故事图案。在编织梨锦的过程中，山川景物、日月星辰、花草树木、虫鱼鸟兽常常以波浪线、三角形、星形等简洁抽象的纹样出现在梨锦上。梨桃是海南梨族人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，完整地保存了最古老的工艺特点。过去梨族人吃饭、盛米、盛水都是用的梨桃，因此它被称为民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。海南非遗不仅古韵悠长，还可以时尚新潮，椰壳铃铛包、椰壳好运符、椰壳冰箱贴，这些使用了海南椰雕非遗技艺创作的文创产品，看起来还不错吧。不仅是椰雕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海南非遗飞入寻常百姓家。看，这是采用梨锦元素设计的时装，穿起来是不是既有民族风又有国际范呢？时序更替，万象更新，文脉延续，生生不息。在传承中创新，在创新中传承，海南非遗的魅力将恒久释放。不得不感叹一句，海南非遗，你怎么这么好看？